Hello，晚安，晚安大家。晚安，Hello，Hello，小月，Hello。志宏，Hello 金鱼，Hello 哈，Hello 开心，晚安，感觉好久不见，等我一下哦，救命！晚上好，谢谢一秒的小鸡蹦蹦。哎，我来听个音乐好了。谢谢谢谢初风的幸运四叶草。Hello 舒南 ，Hello 朱拉米 ，Hello 宝丽龙 ，Hello 冰冬 ，Hello 侯颖 ，Hello Mr. 范 ，Hello Red，Hello。Hello Kate，Hello 哈维，谢谢多谢丹他给幸运四叶草，晚安。谢谢后影的下午茶。Hello 思豪 ，Hello 名字不重要。大家晚上好，晚安。Hello 米卡，哎呀，真是很难得一见的晚上，可是我晚了40分钟。天哪，因为我本来打算在大家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今天应该是那个关灯一小时，在8点半，所以我今天要在8点半之前播完。对，可以吗？不行耶，所以我们会关10分钟。我们会关10分钟的台，我会关灯播10分钟这样子。晚安。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关灯，好酷哦！谢谢莫寒的浪漫玫瑰，谢谢福福猫的红玫瑰，很摇。你们要喜欢这个心跳的感觉？没有啦。噔噔噔噔，好啦。晚安，晚上好。我来听听一个。我昨天在想说，因为 ，Hello， 谢谢小易的樱花。我们昨天从那个异想天开的露营回来，然后就很开心。等一下哦。我觉得我可以来补个妆，因为我刚刚很仓促的在化妆。嘿嘿，晚安。然后呢，感觉很多人是那个哎，从哎呀太多了，从公演结束之后，还是有些人在公演，还在看公演。但今天有一点小下雨，还是其实下了蛮大的。谢谢初风的香槟，晚安怀怀 ，Hello 梦，哎嗨梦梦，你怎么知道我在直播 ？Hello， 谢谢 L 的浪漫玫瑰，晚上好。Hello。
咯，谢谢伟的缘分相遇，谢谢爱恋巧克力，谢谢怎么念冰彻玄，谢谢伟的相遇，选错字，没关系，我刚刚应该没看小千，好的，谢谢你在上上，喂。哦、可是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个故事，就很气，大概是去露营前两天，就是前两天的事情。然后有一天晚上我要睡觉了，然后有一只蚊子，就是它叮了我，然后我超大一个大包，然后我就觉得很生气，他想说他到底从哪里来，因为我就觉得没有打死他的话，他就一直在我的房间，他就会再叮我嘛。然后我本来有看到他，但我一直没有打到他，然后我就想说。好，我就坐在这里哦。就是那个时候已经是一点多还是怎么样，反正就是已经很晚了。我就觉得很生气，我就觉得一定要打到。我就这样静坐了大概五分钟之后，我就觉得怎么还没有看到？因为我很想睡觉，我本来已经关灯了，但我应该因为被叮到，所以才起来。我觉得好啦，我好累，我去睡啦。然后我就去关灯。关灯之后呢，结果。关灯之后，我又突然发现我的腿又被咬了一大包。我想说，到底是就是黑暗中的忍者哎、欸，是怎样？然后我又再开灯，然后我又在这边坐了五分钟，就这样开开灯灯了四次，就是总共四次这样子。然后我就在等他，但是我一直没等到，我就很气，因为我。闭上，然后我就想说算了，我就睡了，我就让他叮吧。结果因为他一直都没有在我耳朵里面晃来晃去，结果我又关灯，然后想去睡觉的时候，他跑到我的耳朵旁边，然后就这样，他就一直骚扰我，很气耶。然后你知道，就是你又没有打到，然后他又一直叮你，然后你的身上又越来越多那种被蚊子叮的那种包，你会觉得很深，就是很气躁，因为你又无能为力这样子，真的很气耶。然后可是我还是觉得我那个时候太累了，因为我怎么，然后我又开灯，然后我又打不到，所以我觉得太累了，所以我就把自己包好，然后就想说算了。但其实我很怕他叮我的脸，因为脸的话他会肿起来。没有点蚊香吗？因为不太爱蚊香这样子。然后他们就说你可以去那个，就是不知道点那种开那种买那种防蚊的什么，很挑衅。谢谢睡前的蚊子，很气耶，真的很讨厌蚊子，因为而且平常不太会有蚊子。晚安，晚安曼那只，晚安郑源，没有抓到还继续被咬，对啊。气死了，然后搞得我真的是搞了我很久哎、欸！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一直被烦，然后烦到两个小时还是怎么样，然后后来我一直睡不着，然后到三点四点才醒，哦，才睡着。谢谢花生神魔术的你最闪亮 ，Hello Alco， 谢谢勇哥的浪漫玫瑰。等一下哦，哎，摸一下这个。真的睡不多，真的很气。地震那天还好吗？还好啊，你看我这样，他有的在直播就知道没什么问题啦。大家就是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就注意安全。谢谢阿、啊、哎不是哎、啊、晚安阿红，谢谢大头，晚安阿红，拜拜，加油。养只青蛙帮你吃蚊子，不要，我不喜欢青蛙。下煮的汤你续碗了？有啊，大家都有续碗吧，因为肚子饿。而且我想说，就是在露营的时候太冷了，因为我觉得我又预测错误那个温度的部分，然后我预测错误，所以我带的衣服太薄了，然后不够温不够暖，所以我就一直在那个萤火
前面徘徊，但是吃东西，因为吃东西，我们那天吃也是吃雅准备的，就是吃雅被抽到要去准备我们的晚餐，然后吃东西的时候会比较温暖，所以我就一直吃，就是停不停下来的一直吃，一直喝汤这样，比较温暖。那张图片很可爱。因为，而且我觉得其实非常幸运的，我们录影的时候都没有下雨，然后在我们要睡觉的时候才下雨。因为第一次去住那个露营的那个帐篷，所以就是雨会直接打到，就是滴到那个帐篷上面嘛，所以它就会啪嗒啪嗒啪嗒。哦，而且因为太冷了，所以我洗完澡我就跑回去露营的。就是我们的帐篷，然后就睡觉，因为我想说实在是太冷，我赶快睡觉的话，我就不会感受到那个冷了，因为还有那个洗完澡的那个余温。期待明天公演，期待。然后晚上的时候呢，就下雨嘛，所以就是有那个滴答滴答的声音，然后我就听着那个睡，因为我超喜欢下雨声，就差没有打雷，但打雷有点可怕。四单 MV， 小心是住饭店的吗？饭店，对，我是住饭店的。谢谢 Snoopy 的浪漫玫瑰，但我们也睡过那个蒙古包，那个蒙古包，但是蒙古包跟帐篷又有点稍微的差别，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休息的时候，大家都是睡那个蒙古包了。其实，明天公演加油，谢谢，爱。山区晚上夏天没有，我觉得根本是我从一开始就带比较小比较少的衣服，然后我忘记带长袖，因为我想说，为什么啊？我想一下，就是刚好带了短袖而已。对，我人在。高雄大港开唱，好的。边看公演边看小倩，拜托看公演专心一点，不要看我好吗？他一定没有开声音。看看，哎呦，看公演专心看。真的是看公演滑手机是怎样？公演哪有小情重要？那就不要去公演了。真的是去公演，拜托好好付了钱的，大家们用心在前面跳舞、唱歌、跳舞，看一下吧。我更想看你按炎亚纶出场了，逻辑满分，变调，他笑了，他是有在听声音啊。没事，他明天还有你们公演，但还是要关注一下公演吧。我真的要把说把特工，你再留言的话，我就把你ban掉。真是，你就给我好好看公演。他有听到吗？他应该没有听到吧。可能戴着耳机看，戴着耳机看是怎样？气了气了气了！人生，我这个台真的是不怎么，这个台真的是不怎么会ban人。这么用心，这样预告来ban人的，真的只有这样子。尊重尊重，真的。好，他没有在留言了，他应该听到了。我是建议大家关了手机，这样子。求 ban 什么意思？公演应该不能拿手机，可以拿手机吧？但不能，就是要调亮度，是不是？因为万一有那种什么，我不知道。其实我一直很好奇，大家看公演是怎么打 report 的？是你们先记着，然后出去打吗？还是你偷偷在那备忘录，然后写下说哦，
今天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。公演完先打草稿，脑子急忘了就算了。所以你们不会边用边记，哦，边看边记。哎，我也是，我自己也打过，就是 repo， 但也不算是 repo。怎么说？就是放在记忘备忘录，就是去看。我觉得是受你们影响哎，虽然以前我也会就是打一大篇感想，然后自己存着，很久很久以前。然后自从你们就是打 report 之后呢，哦，可是也会，因为就是有很多感触啊。然后我去看早安的演唱会的时候，我就会就是一首一首歌，然后就说。就是想本来只想要打几个人，那结果发现哦，超多人可以打，就是超多事情可以打，然后就写了很多，就是我的感想什么之类的，然后全部塞进那个备忘录里面。对 ，Hello， Hello 恩恩 ，Hello 凤 ，Hello 黄啦，看完秤没有忘记一次写完，用心感受，回到家再用。对啊，这样很棒耶，没有的话就不会记。小心过敏吗？过敏。Hello， 晚安，晚安，晚安，好啦，谢谢黑杰克的浪漫玫瑰。没有准备打 report， 可是我哦，可能因为是公演吧，因为公演就是。曲目大家也不是第一次看的，所以是比较少那些第一次看的那种新体验感，是吗？因为像是我本来也没有，就是如果是看那种演唱会，就是我看早安演唱会的时候，我其实也没打算要打 report， 但是看完之后就很多感触，对，所以就是一不小心就打很多了。期待你们之后除了公演以外，就是每个表演都会有一点新的想法，说不定你们就会有 report 可以打了。有忙什么吗？还是待在宿舍放松？我今天本来是有要做什么，但是那个事情没有了，所以就没有在做什么。对，以后比较像日记。然后我今天上午。把华灯初上，华灯初上全部看完了，给自己个赞。我原本，哦，我今天把第三季全部看完，因为有点跳，就是我觉得以上感想都是我自己的个人观点，就是我觉得越看后面就越想要快转的，就是很多地方会很想要快转的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可能。是因为我不知道是太拖嘛，也不确定，但是有一种很想快转的心情，就是有某些地方爆雷只是我，然后我就在想说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爆雷。哦，我追完了，越想知道吗？就是我前面就是会很耐心的，也不是很耐心，就是正常的把每个细节，或者是我是没有在真的在找凶手，或者是说在想什么，就单纯在看剧而已。小心觉得结局如何？的确，因为我看得很急，我从第一季看到第三季是很紧凑的把它看完的，所以就是可能如果直接追的人可能会觉得啊，已经隔很久了，就不太知道前面干嘛，我不知道可能会有这种心情。然后我觉得就是凶手就是不会。就是意外又不意外这样，然后，结局怎么样？我觉得，对啊，就这样，意外又不意外。1.5 倍速看剧很平常，可是我觉得1.5倍速没有了，就是他们讲话会很没有感情，就是因为太快了，因为很多人，例如说演技上面的停顿啊，又或者是什么语气啊，如果1.5倍速的话，就没办法感受到那个。剧情了，对，
结局怎么样，可是我会觉得很遗憾耶，而且中间我觉得很多人都说第一季就是比较好，但是我哦第一部比较好，但是我觉得就是还都蛮不错的，就是很就是都很厉害，然后就是我、哦、都演得很好，然后剧情也不会到真的很哦无聊或者是很拖一点点啊，后面有一点点，就是有一点点看了第二部会觉得哎、欸、到底想要讲什么，但是因为像是苏妈妈的部分，就是苏妈妈从第一季就是完全是一个被害者的形象，然后到后面越看越知道他其实内心完全是大反转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哇，特别是他去跟就是嗯，他去跟就是他哭的那一场是什么，就在 Hikari 的后台哭的那一场，我就觉得他演得好厉害，很厉害。谢谢安夏卡拉卡的枫叶，谢谢葡萄葡萄透的梦幻下午茶，晚安。一点点后面说拖太久就很遗憾，我真的很就是怎么想都没有想到，也没有到怎么想都没想到，就是有想过但是就觉得很遗憾啊，就是凶手的部分。Uncle 时间大家、欸、Uncle 等一下是谁，谁跟我说 Uncle 就是你在现场是不是，颁奖你在现场是不是，你给我好好看，你不要留言好吗，我要 ban 掉你了，你要我真的要 ban 到你了， ban 掉 ban 掉。 Uncle 时间 Uncle 耶、yeah! 好期待、哦、我彩排的时候看过了，嘻嘻。你在场外，你在场外听声音吗？现在是休息时间啊，因为 uncle 好了， uncle 时间可以看一下， uncle 开始你们就不行。不是我没钱去看公演，有点 QQ。 我想爆雷，你说爆什么雷？你说 uncle 的雷吗？等等开始会认真看的，想要看看小晴。好的，六月要吃土了，加油。他是无辜的。 Hello 包子，所以突然就会有人进来，因为他们就是突然就是大家现在很闲，因为在安口是吗？Hello 新话，爱雨林的方雨你好，晚安，晚上好，谢谢海海的梦幻抱抱。我的钱准备要看诗雅的演唱会，可是你哦没有看错了，我刚想说六月又要吃土，我想说嗯，可是是两个人。对，诗雅的演唱会可以就是期待一下这样子。抱歉没法看在现场，对，赶快不要看了，不要看我的直播，我的直播不重要，请看公演。谢谢蛋挞的闪光星星。哎，我是应该，我不该在这个时间。可是我想说，在星期六播，因为我想说，我比较喜欢在晚上播，然后也不想要太晚，因为天明天要早起这样子。苗言，苗，你好。谢谢李思琪的爱的烟火，谢谢李猴子的闪光星星，谢谢大头的爱的烟火，谢谢蛋挞的闪光星星。等等有要熄灯吗？有欸，我等一下要熄灯十分钟欸。欸，真的很好笑，就是说八点半嘛。对啊，我本来想说八点半之前我会播完，可是因为我晚了开播，所以变成我要就，但是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我已经准备好就是那个灯，就是不用开灯，但是我可以开小灯，对，它不算是那个，不然的话也没办法直播，不然你们应该会觉得很可怕。谢谢柠檬的浪漫玫瑰，谢谢钟，还是我们来个全黑这样子。对啊，熄灯一小时是八点半。
八点半才是熄灯一小时，不是八点，是八点半。开手灯，开小灯不算作弊啊，真的不算。而且重点是心意，好吗？Hello， 北极熊。全黑会像鬼片，我觉得也不至于，感觉就是那个荧幕会很亮这样。小灯好用。所以我只开到八点半，对啊，但应该不止吧，应该会开到八点四十分，又开一个小时这样子。灯不亮月亮，灯不亮月亮的活动是什么活动？我记得以前就是中秋节，我们就会出去赏月，但是也不算是赏月，反正就是出去玩，然后我们就会开点蜡烛。谢谢 Soba 特工的浪漫玫瑰，谢谢博成的浪之心，谢谢志玲的浪漫玫瑰。关于赏月的活动，我跟你们分享，有一次我看，就是真的是感受到月光的时刻，就是有一天好像也是疫情期间，然后我那天比较晚睡，然后也没有，好像是有点睡不着，大概是十二点的时候，十二点一点的时候睡，然后两点的时候，突然就是一个 feel， 就突然感受到好像有月光，就从那个点后面，就是有溢出来的感觉，然后我想说，哎，就是突然感受到好像月，好像现在打开窗，就是你知道这个 feeling 哎，就是打开窗好像可以看到月光。然后我就打开了，然后就是我这样子躺着嘛，然后我窗就在旁边，所以我就这样子掀开，然后就看到月亮刚好是在我看到的程度上，我觉得很神奇，我觉得很漂亮。然后我就这样看了很久，就这样躺在床上看了很久。明天公演加油，小晴晚安，拜拜拜拜。大家有过赏月的经验吗？而且我已经现在很习惯，就是走在路上散步的时候，就是晚上可能会就是走回家，或者是说散步的时候，我就下意识的去就是找月亮。期待明天公演，又有点小紧张耶。明天的公演，谢谢鱼的幸运四叶草，也不算是紧张啦。就是怕自己还有什么东西还没有做完。快开始了，拜拜拜拜，大家要嗨起来哦，呜呜呜，加油加油，记得嗨起来。谢谢小陈的追踪，谢谢，这是我 IG， 喜欢我的话也可以去追踪我的 IG 哦。因为今天下雨吧，先 uncle， 明天见，拜拜。公园前晚上还会睡不好吗？不会了。不至于，不至于，还不至于睡不着。反正如果有什么很，就是很特别的，就是大状况，我还没有准备好，或者是说怎么样的话，感觉就会睡不着。但是就是还行的话，就比较能够睡得着。好了，大家赶快去喊 uncle 吧！谢谢你们的礼物，谢谢草莓酱的樱花会员票，谢谢，谢谢浪客的一封信，谢谢伟的下午茶，耶、yeah ，棒！星空了，赶快看，不要再说星空了。好啦，大概是这样子。谢谢思琪的樱花，谢谢雨的樱花，谢谢。可以好好跟你聊天，
可以。然后昨天不是去啊，我再讲回露营的，对不起，一直绕那个话题。我讲回露营的事哦，因为就是我一直都很期待去露营，因为首先因为是跟他们去，我就觉得很兴奋呐、啊。然后另外一件事就是我还其实还蛮喜欢出去走走的，然后特别是那种看到树啊，然后虽然我一直都长期处于鼻塞的状态，我基本上是没办法就是感受到那个新鲜空气，但是有时候空气这种是能够就没办法呼，就是没办法吸到新鲜空气，但是还是能够感受到新鲜空气的，所以呢就觉得哎、欸，其实就是我们坐车然后走到很高很高的地方，然后就是就看下去下面都是树，然后还有湖，还有路过，然后有看到就是一片很大的湖，之后就是还有什么，就是田也没有到田呐、啊，但是有树啊，然后有果实啊，然后还有菜之类的，但是有些很可惜遗憾的地方，但大家可以去看节目这样子，用脸去感受到新鲜空气，差不多，风景很好，对，很漂亮。之后帐篷也是第一次住哦，因为原本呢我们是有一个就是 rundown 上面是写我们可能晚上吃完晚餐之后呢我们就会看星星，但是呢因为天气不好，所以我觉得没有下雨已经是很幸运的一件事了，然后天气不好，所以其实云太厚了看不到星星，这很遗憾，因为我蛮期待的，真的觉得就是我是衷心的觉得，就是诚心的觉得，就是跟他们出去玩，然后还有就是能够跟曲艺姐跟琳达姐一起，就是认识到他们，然后跟他们一起这样开心的去录音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。嗯，我是不是用了两个不一样一样的形容词？开心的去录音是一件很幸运，然后也让人非常值得兴奋的一件事情。对啊。我前一天真的很兴奋，但是，但是我还蛮早睡的，对。而且我后来回想，我忘记是跟谁聊，还是小蝶还是零一，然后就聊说，就是很像，其实我们已经哦在车上聊吧，可能就是认识彼此认识已经四年左右了，然后。节目你们也看得很开心，那大家就是期待那个就是那一集播出来，就是我们认识已经四年了，然后好像是做了很多蛮多不一样的事情，然后但是呢回头看好像就很像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，就觉得好像没有过很多时间。露营那晚有睡好吗？有啊，因为太冷了，让自己赶快睡着。触膝长谈，好像也没有到这个程度。但我听说好像小迪被我抢被子，我就说你下次可以直接拉走，因为我可能太冷了，我真是太冷，我没有长袖的衣服，然后我是穿长裤跟短袖，然后我就觉得很冷，所以下一次我可能抱住自己，所以就把被子都抢走。然后说你下次可以直接拉，他说怕吵醒你，我说吵醒就吵醒，真的没差。对，我就说你吵就吵醒，他说可是因为我穿的比较厚，我怕你冷。我说你就抢，没差。对，我应该不算是因为我比他早睡，我觉得可能不是抢走，是就是我就卷起来了。然后说不然你靠近我一点，他说我不要，他说他不要跟我靠近一点。他就是要跟我就是保持这个距离，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是超贴近后面，但我怕他不舒服，因为他们就是林一跟诗雅要就是睡同一张床，因为他们要早起去做早餐，所以就变成我跟小弟睡，不然平常的话应该是我跟林一睡。对，那林一应该就会抢就会拉走吧。对，
我已经睡着啦。谢谢鹿的缘分。棉被是带几件？没有，就是那边是有床的，那边有铺，就是那些睡觉的床具。对，不用跟我客气，没关系。有看到日出吗？我没有看日出哎。做的番茄蔬菜汤怎么样？很好喝。我觉得这两次就是他做了两餐，就是晚餐跟早餐这样子，前一天的晚餐跟第二天的早餐，然后我觉得两天都让我就是非常的惊喜，出奇意外。睡觉抱着我睡吗？我不知道，我睡着了。但是，就是我原本以为就是诗雅，感觉只会做那种全就是结合的东西啊。可是想一想，好像也算是结合的东西，不太开，就没有那种开火煮的印象。对，很好吃，超好吃的。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开心，而且后来可能有个谈心的话，就是我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就是非常感谢诗雅，就是怎么说，我觉得我跟他比较就是怎么说，人很好，怎么说，他很亲切，就是有时候我会都直接跟他讲说啊。有点说啊，我不知道要不要再讲下去，感觉你们自己去看好了。就是我就是把我的想法都跟他说。嘿，好好笑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讲，等他播出之后我再跟你们讲好了。夏好像用节瓜做菜，对啊，可是我没有很喜欢吃节瓜。诗雅开火一样，就是那个谈心环节，但没有了。其实我跟诗雅还是就是怎么说，也不算经历很多事情，但是他的确是就是一个很好的朋友，然后很愿意去听我们讲话，然后也帮助我们很多这样子。期待哦。还有什么？哦，就讲回刚刚那个，就我们认识了四年，然后就是所有事情都很像昨天一样，但是呢，我觉得其实这四年里面还蛮幸运的，就是大家很喜欢我们四个人的组合，因为我们就是关系很好，然后大家刚好也很喜欢我们四个人，所以就是有一些其实也真的没什么特别大的机会可以，除非我们自己去组，例如说。一些机会我们自己去四个人去拍照啊，又或者是说我们四个人出去玩以外，就是很幸运的有过两次，算这个露营的话算三次，就是偶尔大家会记起我们这个组合，然后出去节目的话就是异想天开跟之前的 Hello 我是哥哥，就是我们有机会可以四个人一起去做工作嘛，对，工作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的幸运，我觉得平常真的是不太有机会这样。然后觉得，还有像是，可是浪梦除了第一集之外也没遇过，然后还有一些大小活动，但是也不算多，对。但是就还是很幸运吧，我觉得真的很幸运。我觉得我很容易满足啊，就觉得就是跟他们一起工作就很开心，就是无论是做什么，对，所以还蛮开心的。
到你们开心，粉丝们也开心。对，因为这个录音原本就想说好，最近要减肥喽，然后结果又吃很饱这样子。哎，我真的吃很饱，因为太冷了，所以我就一直吃东西，然后吃超多，然后那个我这个肚子整个大顶着。谢谢 Martin 的告白气球。然后我再跟你们分享一个，就是近期我就是工作结束之后，然后我跟林一、跟易云、跟吴奇慧去吃饭，就原本想要问布丁要不要一起，但是布丁他要先回家，所以他就回家了。然后本来 iPad 也在，就是一起走。一起离开，但是没有一起吃饭。反正吃完饭之后呢，就林毅也先走了，就变成我跟易云跟齐慧，我们三个人就是说消化，然后因为后面没有事情，我们就消化，所以就是去散步，就到处走这样子。然后呢，我们干嘛了呢？我们去了一个商城，然后就是逛。然后后来找到了一个，就什么都逛。我们从那种公仔店还是那种模型店，然后我们居然可以那边待了快半个小时，就是也没干嘛，就说哎你看这个，你看这个，哎这个好可爱哦。然后就这样耗了20分钟这样子，然后又逛逛其他地方，走来走去之后找到了一个 VR 的那种 VR 游戏的那种地方。之后呢，我们就开始了，就是吴奇慧就说他有玩过，然后他就跟我介绍，就说跟我们两个介绍。